放慢步调，欣赏眼前风光，这样惬意生活，过去对刘季和刘淑媛牧师来说，真是遥不可及。哦，谢谢，哇、wow ！休息一下。在成为牧师之前，刘季和是名妇产科医师，因为对福音的热切，推着他走向牧职。后来发生轰动各界儿子被绑架事件，他与太太虽然焦急万分，但却顺应感动，在谈判交付赎金的过程中对绑匪传福音，对方竟然痛哭致歉，并且决志信主，在当时成为一段见证上帝爱的佳话。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现场来宾有在过去呢是医师，现在呢是牧师。他们家曾经发生大事，还上了台湾社会新闻的头版，儿子被绑架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非常精彩的生命故事。欢迎刘季和牧师还有淑媛师母，两位好。你好。江流好。我刚才讲到儿子被绑架，那时候孩子好像才十岁大嘛。是。现在孩子已经45岁了。所以是35年前的事情。对。哦，而且在台湾治安史上这个案件算是很指标性的案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案件。非常大的一个案件。是。主要也是因为那时候是在路政绑架案之后的案件嘛。对。哦，社会高度的关注。我们先从牧师过去的这个人生历练，哇，这么长的时间。牧师你过去是医师，所以从医是小的时候就有的想法吗？我当时想说我想做文学家。我想做文学家。那是这样的、啊、但是我等到初高中的时候、啊、看了史怀哲传的时候，那么我非常敬佩他，那么我个人是比较属于感性、嗯、浪漫派的。哇，看见到非洲去行医，我非常的敬佩他，我说哇，这是我的标杆的人物，所以那时候慢慢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管小时候想要做文学家，或大了一点想要从医哦，这听起来都是一个功课状况还不错的孩子会有的这个方向。小时候家里有特别栽培吗？因为我们家里七仙女，两个兄弟啊、哦，所以家境算比较清贫的。嗯，但我会觉得我可能自然就是喜欢读书，所以在学校呢，初中啊、高中都表现得还算不错。是是，所以倒没有什么特别栽培。是，不是您其实是在大陆出生？是的，嗯，我出生在武汉，那么49年随着国民政府就到台湾了，因为我们不是眷村嘛，哦，所以这个邻居很多本省人，嗯，所以我的闽南语说得非常好。真的，我台语讲了就好。哇！但是这个对我以后行医很方便，是对娶老婆也方便，因为他是本省人嘛，嗯嗯、我又是外省人，嗯，我们有同姓、嗯，所以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从开始到末了都讲闽南语。哦，他们走了以后，他妈妈哎，这不像外省小孩啊。啊，对对对对，不是小时候在家里头也是一般的传统信仰家庭吗？我们家从中国大陆带了一尊观音菩萨的像到台湾来。哦，我妈妈是笃信观世音的。嗯，我一岁的时候很难养，所以就把我献给观音菩萨当弟子。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左边挂了一个银色的丝的耳环，银色。就打耳洞，穿耳洞，对对，挂了吧。啊、哦，到了我10岁生日那天呢，就把我领到佛堂的面前，把烧香的责任就正式交给我。嗯，银的耳环换了金的。嗯，一直烧香，我到医学院的时候还在烧香。嗯，那我问我妈说，哎，这个耳环什么时候拿掉啊？她说等你结婚那天就拿掉。我从小有等于有记忆来都一直挂着这样的。对对，这边还有个印子。那那个时候小男生的会不会觉得同学会问啊，会干嘛呢？对啊对啊，没错啊，但是我不敢拿掉、啊、哦，你不敢拿掉、啊、对对，那时候嗯，你也信妈妈跟你讲的这些哈、哦。那师母刚才牧师讲说您本省人嘛，是、哦、家里头小时候长大的背景大概怎么样？因为家里面爸爸跟妈妈都是做生意的、哦、而且妈妈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布庄。布庄啊、嗯、对，所以在我们小时候我们都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嗯嗯嗯，家里的环境等于还不错，嗯嗯，也在高雄吗？啊，我是在彰化北斗，彰化波道霸丸，哦，很好吃，是是，嗯嗯。那两位，那你们是怎么碰在一起的呢？什么机会认识的？是我在医院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嗯，他那时候刚好去当实习护士，啊，那刚好啊，我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这个护士好像
还蛮清秀的，蛮有气质的，我就对他产生很好的印象。但是怎么跟他接触呢？也不能随随便便聊。后来我就有一次他在上班在急诊室，那么我就假装跟他说，哎 ，Miss 刘啊，我身体不太舒服，想打一瓶点滴，可不可以请你替我打？我就坐在那边，他就替我打点滴。那你真身体不舒服吗？没有了。他说这个是苦肉计。所以在那边坐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欣赏他工作。师母在那之前对这个年轻的医生那时候有印象吗？那时候我对他的印象还很深刻。因为有一次这样子迎面过来，我就看到这个医生，我还说，哎，这个医生长得不错哦。对，但是我们都觉得说他们已经是军医了嘛，那我们还是实习生，所以就不会有任何的念头啦，只是觉得长得还蛮帅的，只是觉得长得，就那次打了点滴之后，对，就有了进一步的机会，能够更加的认识。从医院实习结束后，刘继和带着使命开业，还开放家里成为团契的平台，氛围有别于一般的诊所。他们住的地方楼上就是宿舍，所以都会经过他们住家，在住家经过的时候就会听到他们的声音，那我发觉到说，那个诗歌那个歌的内容跟一般的流行音乐是不同的，氛围非常的好，然后大家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然后有一些伤心难过的时候，大家就哭在一起，然后欢喜快乐在一起。听妈妈讲说，她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去贷款啊，然后来做在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诊所。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听说在他的对面都有好多好多非常有名的妇产科，但是要怎么样跟人来 compete 来比较呢？竞争呢？他并没有担心这件事情，他还是先以传福音为优先，他以他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博爱的一个心情来照顾他的病人。那他也都会在诊间的时候跟为病人祷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那有一些病人就会反映说，我来这边看诊，感觉上我好像是来做一个心灵的辅导啊，然后还有被祝福啊，不是只是看诊，而且很多的病症来到这里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原来牧师是在军医体系的医生，但是后来自己出来开业嘛，是。不过自己出来开业算是对医生来说也是蛮大的一个决定哈。那时候师母在旁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支持先生吗？还是我们本来是以为是说，应该可以很快的找到我们要开业的那个地点，对，哎，那个房子啦，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经过了一年多。马上眼看着就要退伍了，我们居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所以每次我们出去，我们确实是有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我们今天要出去找房子，求你带领我们。但是经过这一年多了以后，我们才发觉到我们每次的祷告其实是有口无心。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件事情全心的仰望神，所以处处碰壁。所以处处碰壁。对，所以在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两个那天出去了以后回来，我们非常非常的沮丧。所以我们两个人就牵着手跪在我们的房间里面，真正流泪迫切的跟上帝祷告。而且我们也认罪悔改。确实是神啊，我们再一次要经历到你自己的大能。第二天上午就有一位奶粉的护士小姐打电话给我们，听说你在找房子啊。是。她说在高雄市最热闹的叫中正四路有个地方有一家小儿科，好像因为某些因素要拆伙了。她说你有没有兴趣啊？我说我们当然有兴趣啊，因为那条街是好到我们不敢去看的。而且对面有三家都很大的妇产科来，所以我就去看了，一看就很中意，因为装潢是全新的嘛，病房也很好，lobby 也很好，而且最重要还有婴儿室，正符合我们妇产科用，对，所以马上就住下来了，那么没有两个礼拜就搬进去了，
不过那个时候已经哇迫切的祷告了，会传福音了。可是刚才我们有聊过嘛，两位家里头其实从小都是传统信仰，还那个耳环戴了，戴了这么大， 是什么样的过程？后来开始进到基督信仰的啊？是后来我们家里有一个姐妹嫁到新加坡去，可能环境文化的不同，语言也不通，所以在那种情况信了耶稣，所以她就对家人很有负担，是就跟我们传福音。那么写信啦、祷告啊，常常回来。那后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上班嘛，也接触到一些教会，教会觉得那个诗歌特别感人，所以那个氛围很好。是，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我有一个病人说：“哎，刘医师啊，你要不要受洗啊？”我说：“好啊，有什么不可以？”我都没有想到真理的问题，就跟他受洗了。虽然糊里糊涂的信主了，起先也没什么太多追求，但是上帝有他自己的时候。尤其当我自己要开业的时候，遇到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紧紧地抓住上帝，就亲自经历了上帝非常奇妙的带领。是，那师母那时候跟牧师是已经结婚，然后一起接受这个信仰的状况吗？啊，有一次我婆婆就跟我们讲说，哎，刚好教会有受洗，所以媳妇们。你们两个，我们有两个媳妇儿，哎，你们一起受洗啊？那婆婆很权威，婆婆的话我们不敢违抗。就是婆婆叫你受洗，对对对，所以我就接受了这样的婆婆的命令，我就去参加洗礼了。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是当我是在医院里面要上小夜班，哎，所以我受洗之后，我赶快回家，我要去冲个脸。淋个澡，准备要上班了，是。但是我在冲凉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发生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有一个光关照我，哎，然后我就看到，哎呀，我这个女人家，哎，真的有些时候非常的小气呀，我们会嫉妒啊，我们会有很多的要去里面的那样的一个过不去的事情啊，对，是那个水这样子淋下来的时候。好像就把我的罪给洗干净了，嗨，所以那天很奇妙的感觉，我赶着去上班。当我在医院里面上班的这个八个小时，我有一股很冲动，我就是想哭，圣灵就在我的里面，好像就是说畏罪畏义，自己审判自己，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其实我里面的感觉是一种很舒服的。很甜蜜的，哎，所以我一直好想说，我赶快下班。当我下了班的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他，哎呀，我今天经历到很奇妙的感觉，而且我看到每个病人，我都觉得每个病人都好可爱哦。所以我在信仰那条路上，我就开始认真了。不过毕竟刚开始家里就是还什么观音的义子什么之类的，刚开始要接受信仰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就是心里头？还是有些压力的这种感觉。感谢神，也许我太单纯了吧，我完全没有。但是现在我传福音哦，很多人都会问说，哎，我是皈依的，我是给谁当儿子可以吗？我说你看我就好了，对不对？我以前给观音菩萨当弟子，不但没有怎么样，你看现在好得很。是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是，而且信耶稣以后哈，不是换了一个神，那你生命就改变了，不一样。你比方说以前。我没有信主以前，别人说哇，刘医师你很有爱心。我说哪里哪里哪里，那是孔子孟子教我们的嘛，要谦卑嘛。但是心里还是几时高兴。但是我真正悔改信耶稣以后，耶稣的生命临到我，哎，很奇妙啊。当别人说啊，刘医师你很有爱心的时候，我浑身不自在啊。那我会觉得差得远呢，我距离耶稣的爱差得太远。你们后来这个诊所自己开业之后，那个时候其实信仰的状况就已经是很坚定了。然后牧师你说也是会传福音嘛，是，所以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氛围吗？在那边开业以后，我们就开始每个两个礼拜有一次用我们的客厅，就开始邀请那些的病人啦，还有我们认识的朋友啦，甚至跟我们医院有来往的这些的，不管是药商，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所以很奇妙的，我们家的客厅其实大概可以坐50个人，但是后来人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护士小姐，我们就开始组织了禅师班，护士小姐们也就因此。一个一个都受洗了，哇！这感觉整栋楼常常就会有一些诗歌就会透出来，大家在里面唱诗歌。
每次接生开刀，我一定带领护士小姐跟麻醉师为病人做祷告。嗯，那事后他们自己做见证，哇，刘医师，你做完祷告以后，我都觉得好平安哦。嗯，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多的病人口碑传出去，希望到一个会祷告的医院来啊接受治疗。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孤单，有时候自己推着这个婴儿车，对，我自己出去外面这样子散步，我看到别人都是夫妻一起啊，但是就我自己推个婴儿车，我会觉得说好像我的先生就卖卖给医院了，还卖给病人了。刘继和不只是救人身体，更关怀生命，探访是他最日常的行程安排。他不但会减免贫寒病患医药费，也用祷告安慰面临困境的人。那个时候没有劳健保，所以所有看医生的时候都要先缴钱。那 我那个弟媳生完小孩的时候，就在医院发生紧急状况，刘牧师马上说送别的医院。那我看到计程车来的，我回头去叫我弟弟说赶快把弟妹送到车上的时候，我看到刘师母有一幕让我很感动，她卷了一卷的那个1000块的钱塞到我弟弟的手里。我是弟弟的亲人，我都没有第一时间拿钱出来。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信耶稣，我一定要跟他捧场。我那个时候是这种心态，在那个诊间那里，然后我就会听到说，哎，这个病人给他收50块，我心里想说，怎么会有50块？因为我也有去帮他做账啊、算啊什么的，就问其他的护士阿姨，他们就告诉我说，因为他家里面环境比较不好，那舅舅就算他便宜。从小我学音乐，然后走这条路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父亲反对，然后呢，我想要报考音乐学院，然后我要去上课等等。他知道我没有这个环境，给不出钱，是因为没有学费，是因为我爸爸不让我学音乐，然后舅舅就偷偷的塞钱给我的妈妈，让我的妈妈可以带我去上课。所以其实在我这条音乐的路上，舅舅其实有蛮多的投资。那我不知道舅妈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舅舅他很愿意的支持我们。当时在工作与教会两边奔忙，连用餐都很仓促，难有心力陪伴妻儿，太太刘淑媛就得一肩扛起家务重担。很摆上的，真的很摆上的，不太像人家一般的医师娘，就是打梳妆打扮的美美的，她就可以去她的喝她的下午茶去做些什么，没有。哎，我觉得她就整个跟她的丈夫同心在医院里面去把医院经营起来，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个生产记录嘛，最高是一个月生到150个。哇，刚才讲到师母的难为，现在当然少子化了，已经很难想象。又过去哇，牧师做个妇产科医生忙成这个样子，是师母真的很辛苦哎。因为当妇产科特别忙，妇产科不但是白天看门诊，晚上随时接生，晚上如果有人要接生，你就必须要起来。对，所以其实他也非常的蛮累，其实我也很忙，因为我必须要担负到刚才讲的早上我所有的医院的管理，我的员工的管理，还有我要3个孩子，而且我公公婆婆也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还要照顾忙碌当中的丈夫，他一有时间的话，他一定去传福音，他常常利用就是12点钟到3点钟这一段门诊休诊的时间，这时候传福音的负担很强，当然给我们家庭的时间就没有的啦。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孤单，觉得很不快乐的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非常不快乐。我甚至然后，我会觉得说，好像我的先生就卖给医院了，还卖给病人了。有时候自己推着这个婴儿车，对，我自己出去外面这样子散步，我看到别人都是夫妻一起啊，但是就我自己推个婴儿车，我就觉得我非常的孤单，然后我回娘家只能我自己带着孩子回娘家，或是我娘家的人来到高雄，
因为他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陪伴着他们，在这样子一个非常孤单寂寞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常常需要祷告，只有上帝能够给我安慰，只有上帝能够把他的爱浇灌在我的心中，让我来补足我这个空缺的爱。你有没有也曾经感觉到身为一个妻子的各种无奈？你也知道先生也不是干嘛，忙也是爱人，对，爱病人，对，爱他有福音负担的人，是也想支持他，可是你心里头就真的有那个需要，需要先生也稍微关心一下我，对，稍微看一下我，那个心里头的郁闷有没有一度也造成你一个很大的甚至有点不快乐的情绪？那时候比如像说，哎，其实我发烧了，那我说你就吃普拿疼啊，我专门解决问题，他说普拉腾他当然知道，他是护士怎么不知道，他需要的不是我给他一个答案，对吗？而是对他的关心，对吗？可是这样想起来，牧师你那时候忙到这个程度，然后医院这么多事情，这样 你的身体会不会也吃不消啊？ 是那时候事实上忙到一个地步都没时间去看病，更不要谈开刀，肠胃啦，或者是真正是胆囊的问题，但是因为我拿药很方便嘛，什么其他的抗痉挛剂啊，用就好了，甚至最后我要拿那种叫做有麻醉性的止痛药，一打就好了，很舒服就解决了。慢慢不是成瘾，就是觉得没事希望能够来打一下，这个就造成他的困扰。为什么？当你打针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能力啦或者各方面就会比较虚弱一点。对对。有一次我是居然打了针，居然开上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那时候当然就是尽量振作，精神萎靡，开到中间的时候。安全岛护栏，对不对？对，我的车子唰唰唰唰唰唰唰，哇！事后想起来，那时候太危险了。所以在当时很长年时间，你的重心真的都放在医院病人身上，或者是你牧会你关心的人的身上。对，所以牧师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人？你当时是怎么去帮助到他的？我记得有一个是怀孕三个月了，要来堕胎，三个月的，即使要堕胎的人都很危险嘛。我说你为什么要堕胎？对不对？他眼泪就流下来。我先生不顾家，这孩子不养，我生这孩子干什么？我说你堕了胎也不能够解决问题啊。他说那怎么办？所以我请他坐电梯到八楼，师母就跟他传福音，传福音就带他祷告，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来祷告，他就很高兴下来，就不堕胎了。不堕胎了的时候，那么他说那我先生怎么办？他说先生我们就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类似像这种很多原来有问题的，借着祷告以后处理了他们的问题，他们以后家庭都改变了。这是我生命当中常常发现，哇，我们做医师重不重要？重要，医治肉体的疾病，但是心灵的痛苦是我们没有办法。还有一个焦虑症的，一个礼拜没睡觉，我当然开镇静剂安陪你叫你睡一个礼拜，但是你一个礼拜睡醒的问题还在啊。所以我后来发现，哇，带他信耶稣祷告以后，他整个生命改变以后，他就知道该怎么走前面的道路。这是指病人方面。对，还有碰到一些敲诈勒索的。敲诈勒索的是，记得有一次我看病，有一个人满脸横肉进来了，满脸他说刘医师啊，我觉得那个个案你这样处理不对啊，你应该怎么样？我就知道他要钱嘛。我说所有的个案统统有记录，没有什么不对。他说不能这样哦，可不是这样哦。他说你是打听一下哦，我的名字叫做黑牛。你这个医院还要开哦，你人还在这里。我一听这样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但是我觉得圣灵感动我，怎么说呢？我就说什么医院还要开，这个医院我才不稀罕呢。两年以前我就不想当医师，我要去当牧师去了。哇，他一听这个傻住了，不知道我这样回答。最后他就摸摸鼻子就走了。这是其中的一件。对，但如果真有人有需要的话，刚才有朋友讲，你还会主动塞钱给他。是，真正有需要的话。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很可怜，抱个早产儿。哇，我觉得他好可怜。我们家刚好大女儿还没生呢。买了一箱婴儿美奶粉。哇，走的时候整箱都送给他。他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人。他只要是觉得说可以帮助到人，他都会尽量。他非常愿意，非常愿意，哎，非常愿意的。但是我会去分辨。去分辨。就比如像说那个
带着一个早产儿 的这个妈妈，哎，当她来求助她的时候，哎，她不但是说不要她的医药费，她就包了好几百块钱给她，但是她一个礼拜又来了，对，所以我就会跟她分辨一下，我会提醒她，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哎，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人的话，不可能那么快就把他的钱用掉了，所以他也会听劝，他真的就是去查了一下，发现这一个是一个非常爱喝酒的，对，所以但是这样子他没有马上就拒绝他，他还是在那一次他还是再给了他一点钱，少少的一点，对，主啊，我们仰望你，主耶稣啊，我们仰望你，主啊，你是施行拯救的神。你说，没想到在医院大楼建立起来后，竟成为有心人士觊觎目标，甚至发生了震惊社会的绑票事件。在那个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的紧张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想要来安慰舅舅舅妈，但是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很我们心里面非常忐忑不安的时候，我舅妈好像仿佛从圣灵那边得到了一个特别的力量，舅妈反而是起来安慰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不用紧张，上帝会为我们负完全的责任。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信心真的只有从神而来。在那个时候警察等等，那真的就像电影的情节里面演的，然后他们在监听，然后教舅舅要怎么讲啊，然后绑匪说你不可以报警，你报警我就把你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话我们真的听到心里面真的是更加的紧张跟害怕。但是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我觉得神也感动舅舅能够原谅这位绑匪，他看到的不是这个绑匪要从他身上剥夺什么，他明白知道这个绑匪的需要，他站在他的角度上能够同理这个绑匪，我都觉得不容易，要是我绝对做不到。我觉得是神他的工作特别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让他能够有一个牧者的心态跟角度，能够看这个绑匪，能够去爱他，能够去同理原谅他。其实他有机会抓到那个人，因为这件事在高雄市很大的震撼，甚至有人还要就是建议那个刘牧师出来选议员，因为这件事已经有的那个名气了，可是他没有。一般人会觉得说我孩子救回来，钱也救回来是最大的成功，可是我觉得他不是，他在这个过程仍然把福音传给那个人，我觉得那是最大的成功。原来孩子刚刚讲到是十岁的时候发生的嘛，所以他是在上下课通勤的过程被绑走的嘛，还是一个平时都是我送他去上学所以那天早上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妈妈不送你去啊，你前天晚上太累了，对对，太累了，我说我帮忙医院的工作，所以你今天自己上学去啊，小心。大概八点多的时候我就接到一通电话，他就问我说你是刘太太吗，我说是，他说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吗，我说他在上学啊，是，他说没有，他现在在我的手中，你准备500万把他换回去，那时候我接到这个电话他就挂了电话了，所以我接到这个电话我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惧害怕，整个的纠结在一起，所以到了楼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弟啊，不得了不得了了，绑架，我们的儿子居然被绑架了，所以我们立刻跪下来祷告向主来呼求，主啊主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就是呼天喊地的呼求。但是感谢主，很奇妙，我们从那个苦苦哀求的祷告转换成为一个赞美敬拜的祷告，赞美啊，是赞美的祷告，我说上帝啊，我感谢你，你把这么大的事情临到我这样不配的人身上，我相信你在这件事情上必定会彰显你奇妙的作为，主耶稣，我信得过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样不同的赞美，不停的赞美之后，我们的恐惧就消失了。所以当这样祷告完了以后，我们接着就报警。所以在医院的六楼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是。那些刑警啊都来了哈。是。到了差不多10点钟左右，那个人就打电话来了，就跟我谈钱的事情。我说你这样不行啊，你是犯法，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但是我需要钱。我说我医院也没那么多钱的现金啊，
你不要看我医院大，我很多都是借钱贷款来的，我没那么多钱。但那我不管，我也跟他在这样的时候，我说耶稣爱你，他要拯救你，不要跟我谈什么耶稣。你新台币给我，你就是我的耶稣。后来我跟我太太商议，这样子，我一定要听到我儿子的声音，是确认他的安全，我才来准备这个钱。那时候上午十点多嘛，所以到了下午六点多的时候，我儿子就打电话进来了，那是他先接的，他就讲说：“佑明，你还好吗？”他的声音低沉，很无奈说：“好啦。”然后他听到儿子有。他说你不要忘记祷告啊，他说有啦，我们知道他祷告就放心了。我又加了一句，你不要忘记哦，跟那个叔叔传福音给他听哦。谈了以后呢，我们跟歹徒就是讨价还价，对，他就500万愿意降到200万。这是我们两个很疲倦睡觉，后来有一个亲戚住我家，第二天在上午跟我讲，哦，我昨天经过你们房间，还听见你们在打呼哎。对，好，他也想说怎么回事的，怎么还能够打呼？所以你那时候心里头真的就有平安进来，真的就真的非常奇妙。我觉得神他也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说圣灵已经在动工了。因为这个歹徒他本来是一直很坚持500万嘛，所以他这时候已经降到200万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一定会在这件事情上第二天醒了，哇，我们立刻跪起来又祷告，事情还没有了。到了十点多他电话进来了，他刘医师这样好了，100万不要再谈了，他说现在只准你一个人带着钱包到高雄火车站前面的电华西餐厅，就是二楼那边等候，他会跟我联络。我说好。他说不准任何人跟踪，我说好。哇，结果我要离开的时候，所有家人为我祷告。那个情况有点像什么以前荆轲刻扣那时候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知道怎么样。我上了这个电话那个西餐厅二楼，他刘医师你立刻把你的车 parking 好，买那个车票，莒光号，那么到台中站下，那么就会跟你联络。好，那时候大概只剩下20多分钟嘛，我是皮得赶快跑跑跑。他呢，希望我坐在幕后的第三节车厢，而且站在左边，注视窗外。如果发现有汽车闪着灯，那就是记号，叫我把钱丢下去。一直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平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祷告了差不多30-40分钟以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好像在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好像就看见一辆车闪着灯哦，我说哎呀，可能就是那一辆。这时我突然要把那个门打开，打不开耶，我探头外面已经看不到那一辆车了。哇，所以我觉得很懊恼。怎么这个小事丢个钱还丢不出去啊？我很怕发生意外嘛。是。后来我就跟列车长讲，那时候没有 mobile phone， 没有这些。是。我说我有一个很重要信息传到高雄，他说我车上没有电话，是你到了嘉义站，那么再。给他信息，他在替我拿，所以我拿个纸条子上面写，他看了一定很奇怪，车子开得太快，车门打不开，钱丢不出去，请对方和我在台中车站的铁路餐厅联络。所以呢，我就进了铁路餐厅，待了10几分钟，我就接通一通电话，结果是那个绑票的先生打来的，哇，他非常生气。他说你为什么钱不丢给我？我说不是钱丢不给你啊，你选的路那么小，我车门又打不开，对不对？钱丢不出去吧。哇，他很凶狠。他这样好了，明天再说了。我说不行，我说今天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怕夜长梦多嘛。所以那你先吃饭好了。他也关心我肚子饿了。突然有个电话就找我。结果他说我是台中少年队的队长，是我的呼叫器号码，那时候是呼叫器是什么，坐在你左边对面的是一个刑警组成的家庭，你有什么消息就跟他联络。后来过了半个多小时，那个先生打电话来，他刘医师你现在呢就是坐自强号，那么回到高雄，还是坐在幕后第三节车厢，当你在黑暗当中看见闪灯的时候，你就把钱丢出去。我说好的，谢谢你，我说上帝祝福你。他听了大概有一点腼腆，说谢谢你啊，我就有感动，我要写一封简短的信给那个绑票的先生。亲爱的朋友，
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请你千万别再做这样的事情，就当做最后一次吧，否则你的前途就要被毁了。我不憎恨你，虽然赚这笔钱不容易也很辛苦，但是如果借着这样的事情让你有所悔改，那也是我衷心期盼的事情。然后我就写为你祷告的人刘继和与举光号上，我就把这封信呢那么放在钱包里、哎、我就按手在这个圣经在信跟钱袋上，我说主啊，恳求你使用这封信，恳求你使用这本圣经，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时候到了嘉义站了，我就不敢就像第一次那样，这时候我就把弹簧门撑开，我的右脚呢撑住那个车门，左边的身体靠着车身，后来老远的地方看见有一个闪的灯，我知道是那一辆，我就沿着铁道把钱丢下去了。所以回到高雄的时候已经11点钟了，后来警探就是说大概10点半，我太太说那个歹徒打了个电话来给他，啊，他说刘太太，谢谢你那个钱我已经收到了，你的小孩已经释放在永康交流站和加油站，请你派人把他啊接回去。我们的儿子后来警探送他回来的时候，就像电影那个苦儿流浪记，满脸灰头土脸的。后来到了12点钟多一点，突然有一通电话进来，原来是那个绑票的先生打过来，他还听到我的声音，他突然哭起来了。他哭了。哇，他哭得很厉害，他说刘医师，我对不起你，是我今天居然做了这么卑鄙、这样龌龊的事。哇，我一听他哭，我眼泪也流下来。哎呦，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大家旁边的人都流泪了。他说刘医师，我答应你，这绝对是我最后的一次，因为我目前太需要这笔钱。他这笔钱就算我跟你借的，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够还给你。他说我现在痛苦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怎么控制我自己了。我说耶稣爱你，他要拯救你。他说像我这样的罪人耶稣也要爱我吗？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他说我愿意。他说那要怎么样？一定要认罪悔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不但要站起来，你不再是从前社会的那种败类了，而且你不但站起来，你还要帮助那些同样跟你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后来那个警探呢握着我的手，他说刘医师我非常抱歉，所有高雄在台中布满了那么多警察，就是那个地方没有布、哦、啊，我说谢谢你这两天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他说我刚才听了电话很感动，因为法律的目的就是把人抓到以后关进去真正悔改，但是我听见他那样的刚才回答，他的心里应该已经是悔改了。后来他又跟我说非常抱歉，我们想封锁这个消息，但是记者太厉害了，明天不得不见报了。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们。所以我会觉得从仇敌看，希望借着这样的事情把我的信仰摧毁，但是反而这样的事情经历上帝的神迹啊，让上帝得到荣耀，使我得到更多更多的勇气，而且有机会传讲见证啊，蛮多人因为这个见证啊信耶稣，这都是上帝的荣耀，叫做神展开、结局神展开，让人很难想象是这样。对，一个绑架案，对，孩子回来有跟妈妈说些什么吗？他当然回来，他会觉得说很窝囊，自己怎么被绑架了，然后也会觉得说很讨厌那个叔叔，讨厌那个人，但是感谢主，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叔叔对他还不错，他并没有用凶狠的，像我当妈妈的，他还没回来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像人家电影里面演的？但是感谢主，他都没有这样子做。我是觉得跟我儿子讲，这样子为这个叔叔祷告，是上帝托付给你的一个使命。我一方面行医，看见医师的能力有限，是，那么有很多心灵的问题不是医生解决，所以借着福音让他们的改变，然后每年都有那么多很棒的医生出来，医治肉体很重要，让他们去做，我就做后面半部。哇，一晃那么多日子就过去了，
真不简单。刘继和牧师夫妻俩在医院与教会都步上轨道后，很快的又领受呼召，远赴澳洲墨尔本开拓教会，草创初期筚路蓝缕。我到澳洲墨尔本的时候，看见他们在开拓教会的时候，他一个人然后举起一个大锅子做大锅饭给他们吃，甚至双手都受伤，那个手腕都受伤，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所以那是一种呼召吧，就是他们夫妇的特质，就是爱人既不虚假也毫无保留。我看到的是这个，就是他毅然决然地放下了这个医生的白袍，然后呢走上一个凭信心过生活的牧师的这个角色。这个在这个心态上面的转变，我相信他当中应该是也有，我猜想会有一些挣扎，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不简单，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母会的人也不简单，因为我们大家都很不舍。就是我们其实讲句，我们都很希望说你去那边可能是遇到挫折，赶快回来，你懂那个就很纠结。他们开始我就在，然后他们突然间说要去澳洲墨尔本的时候，到那边去，那我觉得，我好像顿时失去了那个依靠感觉一样。对，那我在想说，那你们都走了，那我怎么办？对，我要去哪里？所以那个过程会，就情感上来讲，会很不舍。真的看到在高雄的大家那时候对于牧师师母要去澳洲有多么的舍不得，是要全职牧会这件事情是在去澳洲之前牧师就已经确认了吗？是，事实上我一方面行医看见医师的能力有限，是，那么有很多心灵的问题不是医生解决，所以借着福音让他们都改变，然后每年都有那么多很棒的医生出来，医治肉体很重要，让他们去做，我就做后面半这一半。所以我起先呢就是请个副院长，我做三分之二，他做三分之一，后来我做一半，他做一半，后来最后我做三分之一给他做三分之二，到最后我说我不做了，就慢慢交接过去了，真的是要交给他，所以我就把医院都交给副院长，我就澳洲。为什么是去澳洲呢？所以有一次呢，我在读圣经使徒行传，你向南走，是啊，那是比较有感动，向南走，南什么地方呢？刚好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们同学有旅行团留澳旅行嘛，我们刚好没地方去，我们就调车尾，就跟着来了嘛，但是他们全部都是要办移民的，对，但是我们不是。后来到了墨尔本的时候，他们都去 ANZ 银行听简报嘛，我不想开户啊，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想说移民到这里，但是后来他们说去开一个好吧，我就$100开了一个账户，所以回到台湾来很奇妙，接着移民的呼召，各样的资讯，我女儿那边的老师或者各方面都进来，而且讲的是澳洲，所以我就觉得心里比较坦诚，所以是渐进性的这样。有人问我说，你医生那么好的生意放下会不会后悔？对，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那是上帝自己做的，不是说自己有什么哇牺牲，完全没那个感觉。是，所以师母在这过程当中也一路都跟着牧师是同样的心智，同样的想法。是的，而且我那种心智非常的强，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洗碗的时候，我就跟上帝在对话，我说，我的孩子如果都大了，那上帝啊，你要带我到哪里去，我都愿意带，然后神就给我一段话，就是以西结那边的，就上帝说他是帮助我们的神，一直要我们有那种的出去宣教开荒的那种的呼召，那种的感动，甚至我有了这样的感动以后，我就在那边泪流满面。当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很奇妙的，我们有一次到新加坡，就是到我小姑那里去，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牧师他曾经到墨尔本去，到澳洲去宣教，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他在哪里，没有想到在新加坡就遇到他了，所以他就给我们那个教会的电话地址啊，让我们能够跟他们联络啦，所以我们就非常清楚神好像是那个
启示一样，一件一件把我们带领到那里去。全家都去吗？孩子全家都去，而且都没有认识的人。嗯嗯，我甚至想要打电话，我都不知道打给谁。嗯嗯，哎，所以我们是从学生工作开始。哦，从学生工作开始。是，那学生工作的话，当然就是孩子们能够放学的时候到教会来，哦、我们就煮了。一锅饭，嗯，让这些孩子一下课来到教会，他们可以先打球，嗯，然后有了饭吃，吃完饭以后就聚会。所以到现在为止，在澳洲这样子服侍时间也几年了，快30年了。哇！有时候我跟师母会觉得，哇，在台湾多轻松，来到这边难度这么高。对。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啊，我们还不如回去捕鱼吧。回去捕鱼。然后他这样讲，我说松松筋，好啊。嗯，但是说完又笑起来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嗯、你走上这条路就继续往前走。嗯，但一旦走上这条道路，真是一生服侍的道路，就不会想到什么时候要退休，这种都不会想。是哦，现在就是每年偶尔回到台湾，是，然后在高雄看看会友啊，老朋友啊。对，那孩子也都还在澳洲吗？对，哦，我三个孩子都成家了，嗯嗯，所以每一个都是有两个孩子。嗯，所以我现在是6个孙子。哇，神也真是祝福满满。对对，今天真的非常难得两位来，有没有最后的祝福要带给我们观众朋友的？师母先好，我们让牧师做最后的一定。好，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会遇到许多的征战，在这样一个征战里面，让我们学会去信靠神，他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最好的帮助。我的感受就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怜悯恩典，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上帝的恩典怜悯够用，所以选择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绝对不会错误，一切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我是在两位身上，尤其刚才牧师在讲到那个绑架在交涉的过程啊，从第一个晚上开始的那个祷告，从颤抖，从到后来开始赞美，然后平安进来。牧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就感觉你就是一直在讲神的平安就没有离开过，神的平安就没有离开过，你不停地重复这句话。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让我听得有很大的信心，即便是在人家很难想象的这种大家一定每个人抖到不行惊慌失措的状况，神的平安从来没有离开过，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是，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分享，谢谢，谢谢，谢谢您。大家好，我是大明牧师。康健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今天这句经文很关键，为什么？你看刘牧师师母他们从医师变成牧师中间那个过程，在下一句经文，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不只是要专业，当然上帝需要人的专业，可是更看见更需要人内在的动机。为什么我们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哦，感受到了神很恩待人，他不偏待人，可是他希望我们能够了解这各中的奥秘。好，我们看到刘牧师他从医师做医师的时候，他不只是透过药物透过专业来医治病人的身体，神更要透过刘牧师看重人的内在健康更重要。哦，刘牧师说了，不管你有多大的这个丰功伟业，你最需要的是你里面是健康，你里面健康，你外面就越来越健康。所以当他在看诊的时候，有人上门来挑衅他，哦，他不畏惧，他把真理告诉这些走偏掉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耶稣的爱，接受这个救恩。后来他们加经历了绑匪绑架他的儿子。你知道我就在想，当这父母亲在拿着赎金就要赎孩子的时候，那个是什么样的心情？神与刘牧师同在，竟然在那个过程当中刘牧师还可以传福音，这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哦，然后百般的波折，哦，刘牧师决定写一个字句留给这个绑匪，当绑匪拿到赎金的时候，他痛哭失声，他觉得自己做错了。刘牧师告诉他说，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最后一次好不好，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这就让我想到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旁边那个犯人，他知道自己罪大恶极，罪无可赦，可是上帝能够接受我吗？你能够
原谅我所犯的错误吗？你得国的时候可以纪念我吗？耶稣转过头跟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你可以想象中这位神的爱有多大吧。今天刘牧师跟师母为耶稣做了很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吧。所以说谢谢你，你的信仰让我们不断的可以以善胜恶，而且我们可以真正顾念这些软弱人的需要。耶稣也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弟兄姐妹，不管你做得多好多不好都不重要，不是不重要，而是你要把耶稣紧紧的跟随耶稣，把耶稣紧紧的抱在怀里，紧紧跟随耶稣，是吧？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得着，只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荣辱对你来讲不重要，是跟着耶稣的脚中行。谢谢耶稣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刘牧师师母，也祝殿前面的观众朋友，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紧紧抓住耶稣，耶稣爱你，定义要赐福你。